现在是2020年的8月19号，现在是美国洛杉矶时间的14:16，上午10:50的时候，访谈那边发现了发生了那个3.0级地震，我们看一下，是怎么引起的啊？也在找呀，找也在找那个岛津呢。哎呀，好像同那个一样的嘛，同那个。从那10万块那边，但是个朋友我不知道啊，在砸呀，砸呀，砸到底了，一直在砸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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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看那个一个下面一个峡谷啊，一直在砸，一直在砸呀，一直在砸呀。哎，还看到那个汽车和汽车在跑下面，那个机构停下来看，刚才只看到是前面一个拍那10万块的时候，只看到砸，没看到场景了。现在看到那个场景了，拼命砸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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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赶紧的，赶紧的，趁着天还没热的时候，赶紧早点干完了，早点干完了，早点干完，嘣，一下子砸下去了，那个铁轨断掉了，砸得太用力了，把铁轨砸断了，把铁轨砸断了，铁轨断了一下，铁轨断下砸了一下，断了一下，就发生了3.0级地震。哎呀！应该是不同的人啊，都是划分不同的人的啊。对他说啊，也是对他说啊。现在我们呢，美国规定呢，一星期啊只工作5天，星期六、星期天休息。哎，这个原来是没有的，也要告诉他。另外一个，劳动的时候温度太热了，就应该休息。像今天这么高的温度啊，应该休息的啊。你的任务早就已经完成了，你已经超额完成了，你可以休息了。说完以后啊，哎。他就安心了，安心了啊！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没想到两个安是一样的，但不同的人啊，再见了啊。应该来说，那个时候修铁路的时候，越是天热的时候，他们越是心慌，越是心慌的他越是要抓紧把它完成，越是抓紧把它完成，那个挫折力越大了以后就把那个砸伤了。所以啊，你看那个死亡国那边是10:30，那个方塔纳那边那个是。10:50啊，一个是4.8级地震，另外一个是3.0级地震啊。今天上午发生2次地震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